Okay.十四了，十四的开口。OK， 装。先把这松开是吧？对。松开。OK， 上吧。完了，把顶丝顶一下是吧？对。要注意这个边要齐平的。哪个边？这个边。这两个边要齐是吧？对。OK， 紧吧。紧紧紧。这标准是啥呀？距离这个边。嗯。一厘米。哦、嗯。上下要集中。上下居中，这个的上下居中是吧？对，因为上下正好是两厘米嘛，所以说居中的话也是一厘米。OK OK。距上距下都是一厘米。OK OK。距这边也是一厘米。你就直接打透了是吧？对。OK。OK。它第一个螺丝卸下来是吧？对，紧外边这个螺母将它卸下来。嗯。卸来以后呢，将它由这面，嗯、哦，由这面穿过来。嗯、哦。穿过来以后，这面背母。OK。就比如说这个橡胶轮，在距离这个边的中心，是三十三。33。因为现在量的这个尺寸是33嘛，所以说上面这个凸线孔的这个中心，也要距离这个边要33。你就调吧，开始调吧，现在不合适就开始调。凸线孔的中心要跟轮中间保持一致。嗯 ，OK。